嗨，大家还是看云平老师一样。你们上我上个星期，我上一个影片呢，就是有讲说，我2020年的一些 reflection。So 我今年就我这个影片就讲一下我2021年的那个可能 goals 啊，可能的目标啊，然后或者是 schedule 什么的啦。OK，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有 upload parody 了，然后你们可能会问我说，我2021年会出 parody 吗？可是讲真的啦，我2020年是我的 my so called crucial year， 因为我明年就会考 IGCSE 啦。然后这个考试是蛮重要的 ，so it's called as crucial year。And then 呢，parody 的话，我考试过后肯定会出。And then 考试之前呢，可能一两个吧，我有写了parody， 可是还没有 plan， 就是。我没有 plan， 就是我几时要上传哪一个啊？我几时要上传哪一个？所以我考试前就可能会 plan， 会 upload 一个咯，一两个这样吧。然后我的 schedule 呢？我二零二一年的 plan 呢是这样的。要。我2021年其实有写在写 plan 的，就是我一月的话呢，就是一月的话，我就会record 我 January 呢，就是可能 record 一些，我可能会 record 我的 parody， 然后在那时候剪接 ，and then 我 January 应该会很忙啊，因为。毕竟是开学嘛，然后我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又不知道怎样选班长。如果我真的做回班长的话，一月真的是会很忙。一月的话真的是会很忙，所以我一月呢就是可能我一月的话呢，可能就是 post gaming video 咯，那些。就是我就会 upload 那些不用那么多 edit 的影片，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 edit。我 gaming 的话，我就是去这里去那里 ，and then 影片太长的话，我就 cut 这里 cut 那里，然后又不用放字幕，没有放字幕啊，没有什么 background 啊 ，intro outro that's it， yeah。And then 我二月就是新年啦。然后我讲真的，就是很，我都真的很想，就是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家乡。我 plan 了很多个影片 ，and then 我就是 ，and then 我 ，and then 我又不知道能不能回家乡。and then 回家乡又要，我回家乡要quarantine两个星期。So yeah 啦。然后我看一下我新年的时候能拍什么影片吗？如果能拍的话，我在三月的时候会 upload。如果拍不到的话，就可能一样继续 gaming 哦。那我一月录的那个 parody 呢，我就不知道我几时出啊。And then 我四月呢。我四月就我学校的人就会去一间 mall， that would be my last trip。 and then May 跟June 就会有我的 trials， July 到 September holiday。 我 July 到我那个学校的那个 calendar 是跟着英国的 calendar 聊。So 我 July 到 September， 我7月到9月就是
holiday 啊，可是我还需要读书。And then 我10月、11月会回学校考我的 IGCSE。And then 我12月的话呢，我12月的话我就会回我的，我希望我能回我家乡，因为我打算是说回家乡回到我的IGCSE， 我 IGCSE 的成绩出的那一天。可是我在家会的做了一个 committee member， 所以可能那几天回来一下子这样咯。And then 我的2021年的目标呢，200个 subs， and 200个 subs， and then 要剩下有什么啊，我真是有点不确定一下，我只想到200个 subs。 然后我其实有很多个目标了，可是我2021年也达不到，一定要我有其中一个 goal 就是我就想要去每一个 Disneyland， 每一个 Universal Studio， 可是我一定要就是毕业了才能去这些地方，然后 And then 我加 IGCSE 呢，你们可能会问我 IGCSE 到底你有什么 goal 啊？我的 goal 的话呢，严格来讲，9个 A， 我拿10科，我拿10科，我9个拿 A， 不然的话呢，至少要7个 A， 然后我的 subject 呢，我有什么可以拿 A 呢？ Maths ICT 跟 Physics 这4科其实一定要拿 A 呀，我这4科死死都要拿 A。 And then 我英文的话呢，其实我拿10科，你们可能就看到我这么到底哪一科是可以不用拿 A 的英文，我英文就 relax 一下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英文是个很难怎样的，因为我英文就是在 pass 的那个边缘，就是不三十分，不然的话就是40分，不三十分就是40分。然后我 checkpoint 的话呢，我拿到了 band 去，就应该是50多分吧。所以我英文的话就可以的话，就是不要 pressure 自己拿 A，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 left brainer 来的，我真的是 left brainer。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 compare 我跟我妹妹的 results 啊。Yeah， 我是一个 left brainer， 所以我英文的话就是 cannot。Yeah， 我英文就是 cannot。And then 我英文的话呢，我只想要拿一个 C， 因为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的话呢，我英文一定要拿到 C。Yeah. And then I think that's all 吧。Okay, so yeah, 应该就是这样了吧。So okay, 所以影片就到此，期待收看，记得 like subscribe share and happy 2021。我们是下期明见，拜拜。See I don't have talent, all see is all is true. Sing, dancing and rapping, these are just finding talent. Do not forget.Writing, gaming, and filming. That's who I am.